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伐林，欢迎收看《伐林追问》第一百零六期。又一个六四来了，又过去了，今年已经是纪念六四第三十一年了，但是对六四和相关问题的回忆和剖析并没有结束，就算一些老话题，也能有些新材料，发现一些新意思。 今年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就是一个老话题。要是问邓小平究竟什么时候决定换掉赵子阳，众说纷纭，鲍彤的说法、蔡文斌的说法、陈小雅的说法都太多了。但是要问邓小平与赵子阳的关系什么时候破裂，大家的意见可能比较一致。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下午。 就是中苏两个总书记的会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来到北京，是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访华整整三十年之后，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访华，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是极其重要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举措和他的公开性思维，又猛烈地冲击着中共。 连薄一波都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比戈尔巴乔夫不能落后。但是，戈尔巴乔夫这次来赶上了中国文革以后罕见的动荡，而大打折扣。随后没多久，苏联自己也陷入动荡。三年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使这次中苏首脑见面和解的历史意义化为乌有。 这是所有当事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戈尔巴乔夫此行的一开始就不顺，北京高校的请愿学生有意选在他抵达前夕占据天安门广场绝食，在他们心目中，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分量哪有实现民主自由重要？选在这个时机，选在这个地点。 就是要给当局造成压力和国际影响。东道主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得不改在首都机场举行欢迎仪式。五月十六号那一天，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有三场会见：上午见军委主席邓小平，下午与国务院总理李鹏会谈，会谈后见中共总书记赵子阳，赵子阳宴请。 过去我们只关注赵子阳那一场，实际上这三场会见都有看点。中国革命与苏联有师承关系，甚至中共本身都是苏联红军的一位情报人员尼克尔斯基，在一位荷兰人马林的配合协助下创立的。苏联给思想、给理论、给卢布、给枪炮。 连邓小平、陈云这些人也都是苏联培训的人才。邓小平是六十年代初期中苏论战的总指挥，《酒瓶》，著名的《酒瓶》就是他亲自领导完成的。邓小平这个时候，他有“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历史感。他对戈尔巴乔夫说：“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比较出奇的是，邓小平更利用这个机会啊，总结了自己作为中共第二代核心的成就和遗憾。他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 这些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讲这番话，很是顾盼自雄，踌躇满志。但是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的评价并不怎么高。 他在回忆录里说，邓小平用的概念和术语都是过去时代的用语。倒是李鹏对戈尔巴乔夫除了讲套话官话，还讲了一番连习近平也不敢轻易出口、老百姓讲了就涉嫌山边的话。如果李鹏今天当教师，这番话讲出口，小粉红那些学生啊就要举报他。他怎么说的？ 我们不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也应是自由的、民主的，享有充分的人权。这真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最引人注目。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啊，老实说，在会见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坦率令我吃惊。谈话中，我甚至想，这是什么意思？戈尔巴乔夫后来指出了赵子阳的悖论和悲剧性：赵子阳制造了杀死赵子阳政治生命的社会群体。这句话今后啊很有深意啊，今后我们还会谈到。而这个改革者杀死改革者这个悲剧啊。 不久也就发生在戈尔巴乔夫自己身上了。这个“杀死”当然不是，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杀死，是一个比喻了，就是搞掉。赵子阳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啊，很明确的告诉他，他与邓小平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这个他就是指戈尔巴乔夫啊。戈尔巴乔夫同邓小平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 最关键的就是下面这段话：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起，邓小平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内外公认的领袖。尽管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退下来了，但是我们党的所有同志们都知道。 没有他的领导智慧和经验是不行的，因此在十三大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上，正式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凡是重大的问题，我们都必须向他请示。这个决议没有公布，但是今天我向您通报了。第二天呢，五月十七号，《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啊。 这段话的措辞和语气做了模糊化处理，以减缓这个冲击力。在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要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但是赵子阳这番话说白了就是：邓小平虽然在一九八七年退出政治局，名退实不退，重大问题。 都由邓小平拍板。当时国内局势已经非常紧张，这番话由电视现场直播，赵子阳点名了邓小平才是真正的一把手，顿时引发轩然大波。第二天的五五幺七大游行，邓小平就成了众矢之的。有人说，这个脓包病灶被赵子阳挑破是件大好事这个事实早该让全党全国知晓。 更多的人却说呢，赵子阳推卸责任，出卖了邓小平。这是赵子阳摊牌，是孤注一掷。成功了，一举改变垂帘听政，取邓而代之；失败了，就是赵子阳政治生命的自杀。一旦赵子阳的仕途终结，对朝廷中的改革派必定也是一大打击。他信任和重用的改革派高官都将大祸临头。 许家屯后来就对我说过：“赵子阳此举实在是失策，不聪明。”美国当时驻中国大使李杰明甚至认为啊，这番话敲响了赵子阳的丧钟。知识分子对赵子阳讲话有更激进的理解。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认为，这就是赵子阳摊牌的信号。他基于这种理解，起草了《北京知识界五幺七声明》。 文中说，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文中公开喊出了“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等等激烈的口号，影响很大。赵子阳为什么要对戈尔巴乔夫这么讲呢？这是六四的一段公案。 是早有策划，还是为那两天的狂热气氛所迷，认为名气可用，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这个稿子啊，是报童执笔起草的，赵子阳审月同意，但他们对这样的效果大出意外。报童，报童的秘书吴伟说：“十七号上午，我接到一些电话，都说昨天赵子阳把邓小平给卖了。” 老鲍一般睡得晚，十一点过了起床，我去叫他，告诉他我听到的电话。正下楼，他停住了，起码停了十几秒没说话。突然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负全责。”报同，请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的社会局局长陈小鲁，也就是陈毅的儿子了，陈请他出面找邓小平的小女儿邓蓉，要向他解释。 邓荣断然拒绝，鲍彤又请政改办与邓荣有私交的人给他打电话，想亲自澄清赵的本意。邓荣在电话上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再谈什么了。我们家老头子已经做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赵子阳第二天，也就是十七号那天，想找邓小平当面解释。 但是邓小平拒绝与赵紫阳单独面谈，而是在邓家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赵紫阳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号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当时他已经被停职八天了。他在信里面这么写啊：“小平同志，最近我越来越多的听到反映，我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产生对小平同志不利的后果，我现在十分懊恼。” 产生这样不好的效果是我原来没有预料到的。在深感愧悔的同时，我想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这次访问朝鲜时，我也着重向金主席通报了这个情况，跟戈尔巴乔夫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做了公开报道。我从朝鲜回来时，听说小平同志。 关于学潮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议论，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议论得很厉害。我觉得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小平同志的功绩在历史上都是要大书特书的，这些话也是我对小平同志的真实态度，是不会改变的。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反对小平同志。 最后一句表忠心这句话讲得很重。赵子阳还信在信中啊，他还用了惊叹号。在《改革历程：赵子阳回忆录》这本书中啊，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了这次中苏峰会。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赵子阳回忆道，在我会见戈尔巴乔夫的前两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号。 我在邓家谈戈戈是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这些考虑啊，很自然的我就同戈尔巴乔夫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十一届一中全会的决定。对不起啊，说错了，啊、呃。 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最高级会晤？邓小平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的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是有些懊悔。赵子阳的秘书，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鲍，鲍同。 是中共十三大一中全会上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要由小平拍板这个决议啊的起草人，他披露、啊，邓小平亲自对赵紫阳说过，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是看我稳定不稳定。鲍彤在接受法广采访时，把赵紫阳在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抛出邓小平这种说法呢，称作是个笑话。 他回顾当时经过说：“子阳五月十六日下午要见戈尔巴乔夫，把他下午要念的稿子口径给我看看，是外交部联络部，联络部就是中联部了起草的，总书记要照念的。我看了觉得没有把握。当时来了一个中央联联络部的局长，我就问他：上午小平见戈尔巴乔夫，你在场吗？他说在场。我问。” 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小平说，最高领导人见面了，两党关系自然就正常化了。”我说这个不对。我们知道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戈尔巴乔夫知道吗？他不知道。所以我在外交部中联部给赵子阳起草的稿子上加了一段话，是我加的，是我的笔记，有档案可查。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戈尔巴乔夫，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就是由于两党最高领导人见面，而两党最高领导人不是我赵子阳跟你，而是上午的邓小平跟你。我觉得子阳必须表这个态，不表这个态，就违反了党的十三大决议，因为十三大以后，子阳凡是见外国的共产党领导人。 都要讲这个话，因为邓小平讲了嘛，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看我的地位稳定不稳定。上面这个都是鲍同他在接受法广的采访的时候说的话。这是讲话的时间呢，是在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也就是去年的六月份。还有一个因素，我们过去很少注意到。 是卢月刚啊，在《赵子阳传》这本书中介绍的，就是原政改办的社会局副局长唐鑫。他认为啊，这件事情责任在苏共，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在进行细节谈、细节安排的会谈中，共识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是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为标志。不久呢，苏联驻中国大使罗高寿。 照会外交部、中联部说，苏共中央认为，戈尔巴乔夫与赵子阳总书记会面，而不是与邓小平会面，才是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的标志。这说明苏共对中共的安排有疑问、有疑议，也是对邓小平在中共政坛上的权威地位提出了挑战。外交部、中联部把苏方的意见报告了报童。 报童就找陈小鲁起草赵子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预案。小鲁找我商量说：“这是一件棘手的事儿。”我当时认为啊，苏联不像话，这不是挑拨吗？小鲁也认为是苏联人挑衅。罗高寿提出问题的时间是耀邦逝世前。政改事是赵子阳的联络机构，陈小鲁具体负责哥赵会面会面的联络。 注意，赵子阳与首都工人对话的时候就谈了邓小平在全党的地位，能说明是事先准备。我们也准备按照这个基调答复苏共。唐新的说法显然与鲍同的说法呢有一点出入，他这个说法是否可靠呢？吴月刚向陈小鲁求证，陈小鲁说印象不深。 这就只能等今后俄罗斯档案解密了。卢月刚《赵子阳传》中还披露，邓赵关系激化，还有一个宋克荒事件也与陈小鲁有关。卢月刚甚至说是姚依林阴谋论的直接证据，也是普遍认为赵子阳戈尔巴乔夫谈话出卖了邓，邓家和反对派反应激烈的阴谋论的源头。 陈小鲁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五月八日，啊，那就是还是说的1989年啊，1989年的五月八日，赵子阳五四讲话后，形势有点和缓。我到中南海见李勇，这个李勇呢是赵子阳的秘书，他与陈小鲁啊是北京八中不同年级的同学。陈小鲁说呢，见了李勇之后，出来碰见宋克荒，他问我。 形势怎么样？这个宋克荒也要解释一下，是这个宋任穷的儿子。他问我形势怎么样，我说呢不好。赵子阳这次不行了。赵子阳手里有四张牌：一，管经济他管得好；二，政治上他比耀邦稳健；三，赵没有自己的队伍；四，五三讲话、五四讲话和邓有距离。 但是保持点距离也好，唱红脸的唱白脸的，关键在于赵能否按照他的方针平息学潮。如果不能平息学潮，你是第一把手，起码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那你得负责任。赵唯一的用处就是当替罪羊了。如果平息，赵还可以再待一段儿。宋克荒马上跟陈元报告了。 说他们商量好了要跟老邓决裂，赵要另起炉灶，这事儿马上汇报上去了。我不知不觉的被人当枪使了。这件事儿对赵子阳是很大的一件事儿。一九八九年中央十九号文件讲到动向时，讲我们政改市的情况，一半捕风捉影，其中讲有人给赵子阳出主意，让赵与邓拉开距离。 有人说的就是我。六四以后，先是中组部副部长刘泽鹏跟我谈话，提到我跟宋克荒的谈话。我说这是我的私下意见，第一没有跟老鲍说，第二我也没跟赵子阳说。六月初，杨尚坤找我谈话，我跟尚坤说，五月八号跟宋克荒的谈话是我的想法，跟赵与鲍无关。 但你陈小鲁说这些，肯定是你们讨论好的，那也是阴谋论。你赵子阳肯定有阴谋，党内斗争扩大化与此有关。上面说的都是陈小鲁讲的原话。在卢月刚看来呢，陈小鲁这段回忆的信息量甚大，透露出啊，戈尔巴乔夫来中国之前参与联络工作的主要人物。 对邓赵关系和赵的前途都比较悲观，透露出邓小平、陈云和杨尚坤这些元老都知道了宋克荒传递的信息，并招致不满。赵子阳及其智及其智囊有把邓小平推到前台唱红脸的阴谋，以致成为六四清查的重大线索和赵的铁定罪名都写入中央文件，而赵哥讲话呢？ 就赵子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就正好坐实了赵出卖邓的图谋。你看，完全是与赵报无关的个人私下见解，就这样，在特定的告密语境下被放大为以赵为首的温和派的集体行动。赵子阳是公认在中共他那一代领导人当中最有智慧的人。 政治经验绝非一般，因此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不接受赵子阳和鲍童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或者认为赵子阳对此有重大保留，有难言之隐。无论如何吧，就算是忙中出错，好心办坏事，终归终究产生了严重后果。邓小平完全不认同赵子阳是在维护他，赵子阳。 作为一位在那时正在寻求党内外平息学潮的之道的这个政治家、啊，他可以说是前功尽弃，以致有人形容为一言丧邦。对赵子阳本意的这个分析啊，还将继续下去，我也会继续关注。但是这里啊，我有些另外的感想。赵子阳只说了向邓小平请示是符合组织原则的。 这他说他的原话了。这只是，但是这个组织原则只是符合小圈子的组织原则，是符合最高权力圈的组织原则。你稍微放大一点不说全体党员了，就说十就说十三大的党代表，知道这个事儿吗？党章不是说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吗？ 中央委员会私下里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把最高权力拱手奉送给了中央军委主席。这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如果说这个是符合组织原则，那么这个组织原则站得住脚吗？党内排序啊，报上的排名啊，都是赵子阳在前，邓小平在后，但是人们都心照不宣。 邓小平才是最高决策者，这是为世界侧目的错乱的糟糕的体制，有实权的没名分，有名分的没实权。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了这个情况，邓小平就非常恼火。他不是恼火这件事，而是恼火被说出来。他恼火的也不是向苏联领导人泄了底，而是恼火被公开告知了全国老百姓。 他视作被赵子阳出卖，他这说明啊，邓小平就是刻意要隐瞒自己是全体党员、全体人民最高主宰这个真相，刻意要隐瞒自己就是在垂帘听政这个真相。赵子阳得知邓小平生气了，真好像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想方设法的赔礼道歉。这是一个什么样畸形的党？ 这是一个什么样畸形的体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畸形的关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收听，希望大家参与讨论、发言点评，并指出我的失误。咱们下次节目再见。